山起起伏伏，温柔的曲线，放马爱的中原，爱的北国和江南。天地一道雪剑锋，一朵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最疼爱的不是我这个母后，也不是玄烨，更不是你。他的命根子是那个黄花半老、教夫在家的恶妃。这不是咱们待的地方，把玄烨抬走，抬到我宫里去，我要亲自照料他。来人，把玄烨抬走。快点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一会儿把这个脚杂子我买了，拿个布袋给它套上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弄点石灰往它头上浇，快点，快点，多浇点，一会儿给它活埋喽。来了，给捆紧点，捆紧点，再浇点石灰，一会儿给它活埋喽。捆紧点，紧点。停下来，住手！我要旨意。哎，小妹子，你不好好伺候着三阿哥，跑这儿干什么来了？五爷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哎，这是宫里的规矩，你问也别问，给我滚开！停下来，停下来，我有旨意。去去去，你有狗屁旨意啊！旨意啊，在爷这儿，一边去。死！要是抗旨，就连谁一块灭喽！你要灭谁呀？啊？哎！啊！太后，苏妈在那儿呢。太后，
这个院子我怎么从来没来过呀？奴才知道，奴才该死，求太后赐罪。这丫头怎么了？把她给我放了。这犯人，这……哎，快快快快快呀！哎呀，这么慢啊！快点儿，快点儿！婆婆，婆婆，丫头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自个儿出过天花吗？去年我和弟弟一同出天花，弟弟死了，我命硬活了过来。婆婆，你知道人一辈子只能出一次天花，熬过来了就终生不染，我怎能将恶疾带进宫呢？是啊，这不能怪你呀。丫头起来吧。嗯，谢婆婆。这丫头进宫之前恶妃就染上了，那玄烨是怎么染上的？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不能再留你在宫里待着了。婆婆，你得出宫去。小卫子在。来，你呀，去拿一些吃的穿的，还有一些盘缠，送这个姐姐出宫去。啊，这走。婆婆，婆婆，婆婆。丫头别喊了，你记着，我不是你婆婆，我是孝庄太后，是当今皇上的母亲，母仪天下，四海为尊。不过你要真想喊我婆婆，你只能在心里面喊我婆婆，在嘴上千万不能喊我婆婆，不然的话，我不杀你，有人会杀你，懂吗？上路吧。嗯，镜子来，娘娘，您仍然是花容月貌，还是好好浆洗吧。朕就不信，这朝廷里是应有尽有，却配不出几位对症的良药，朝廷白养活你们了，这群废物！我告诉你们啊，爱妃要是死了，你们一同殉葬。老臣叩见皇上。索尼啊，有人。谢皇上。皇上，众臣工都在养心殿候旨，请皇上速速临朝议政。叫他们都退了吧，朕心乱如麻，今日不朝。皇上，朝日一日不可误啊，各部各省报来诸多急务，诚需皇上御批呀。索尼啊，你是有妻有子之臣，朕也是有妻有子之君，朕的爱妃与阿哥生死存亡之际，朕五内如焚呢，你们就不肯见谅吗？就不准朕休朝几日吗？退下。皇上，哎，皇上，皇、爱妃，朕瞧你来了。贫妾丑陋的很，皇上千万别看。爱妃啊，朕已经下了严旨了，不管你得什么病，朕让太医另择良方，让你早日痊愈。谢皇上，嫔妾知道自己的病是不可救的，
求皇上不要再难为太医了，嫔妾唯一的憾事就是没能为皇上留下一位骨肉。爱妃啊，你就是朕的亲骨肉。嫔妾求皇上两件事，其一求皇上保重龙体，善待同妃娘娘。其二求皇上大赦天下，宽恕所有的太医。朕没有你就没有天下，朕不想要天下，只想和你白头到老。来，嘴张开。把那给我停了，再招太医来。奴婢去过了，太医们都被皇上拘在尚书房里，不得外出一步。这可真是有了媳妇忘了娘，也忘了自己的儿，我就不信这个邪。童妃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是真心向佛呀，还是病急抱佛脚啊？太后，只要朕佛祖能救回玄烨和恶姐姐的命，我臣妾愿意皈依佛门。跟真的似的，你明明是在骗佛祖啊，说假话呀。你想救玄烨是真的，想救你恶妃姐姐那是假的。你不是一直都想当皇后吗？入什么佛门？有这个必要吗？你以为我瞧不出来呀？哎呦，口是心非。太后，我。哎呦，我说你呀，你哭什么呀？啊？我告诉你呀。我信佛，所以啊，我跟佛祖啊从来不说假话，我要说实话，知道吗？不过今儿个呀，你可以替我呀向释迦牟尼佛祖说，就说是我孝庄的意愿，我要玄烨活着，让那个恶妃姐姐呀去她该去的地方。我说你别老跟着我。我告诉你啊，那释迦牟尼佛祖他愿意帮我就帮我，他不愿意帮我那就算了。本来嘛，这人生啊就是前世姻缘，是命里注定的，恐怕求是求不来的，明白吗？明白了啊。不过我相信咱们的玄烨呀，他命硬。别哭了，回去吧。可是太后，请啊。贫僧叩请皇上圣安。大师啊，我可是候你多时了，坐吧。贫僧等候皇上召见也等候多时了。朕想请大师为恶妃刑法拘籍。皇上，贫僧有话不知当不当禀告皇上。讲。贫僧深知皇上素有禅心，倾心向佛，而恶妃是皇上在人世间最后一缕尘缘，皇上爱她胜于爱天下，此次贫僧施法，恶妃如能得救，则功不在贫僧，而是天意吉祥。恶妃如不救，则过也不在贫僧，而是皇上的尘世姻缘断。请高僧务必救救恶妃，如果恶妃死了，
朕也不想当这个皇帝了。阿弥陀佛，贫僧领旨，请众僧徒入殿吧。这，请众法师们入殿。里急报，所报何事？上游连降暴雨，黄河六处决堤，五县百姓流离失所啊！啊，这，中堂大人，中堂大人，中堂大人，哎，中堂大人，中堂大人，主意啊！中堂大人，中堂大人，拿个主意啊！这怎么办？他们这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左中堂，北疆肥乱之事，朝廷可有定夺？待议，待议。山东、河南的灾民赈灾之事，皇上可有旨意？待议，不能再等了，灾民就要进京乞讨了。没有谕旨，谁敢擅自专断？这下去。中堂大人，皇上多日不朝，只顾着和僧人为伍，如此下去，朝中大乱呐！哼，岂止朝中大乱？天下都要大乱。老白，你可有胆量啊？请中堂吩咐，随我闯宫觐见。这啊，为中堂马首是瞻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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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大人出来了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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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一块去，一定要去。去，没事来干什么啊？干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？请太后圣安。皇上，皇上干什么呢？皇上，哎，奴才不敢说。不说，不说就割掉你的舌头，叫你永远不能说话。皇上在为恶娘娘施法驱邪。太后，皇上他，太后，他疯了，枉法乱治，亵渎殿堂，卑族。太后息怒，皇上请心向佛，一同申令。
是咱们待的地方。走。啊，太后慢走。请太后圣安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太后，朝日已耽误数日了，各省各部院的很多急务堆积如山，老臣万般无奈，决意闯宫觐见。难得还有你们这样的重臣，不过你们没必要进去了。太后，传我的懿旨，即日起你和鳌拜领着内阁大臣们接管朝政，暂停皇上的朱批，改行内阁的蓝批，所有紧急公务着你等即发即办。太后，停朱批行蓝批可是朝廷万急时的非常之举啊。眼下正是大庆万急，也正是非常之事啊。太后，老臣万分惶恐。怎么，我就做不了这个主吗？臣等领旨，即刻接掌朝政。这就对了，有我孝庄在，这天塌不下来。这死，不会死的，不会的，皇祖母绝不能让孙儿死啊。你长大以后还得做大事呢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停尸完了吗？哦，停尸完了，孙儿得了头名，你看看多争气呀。啊，皇祖母，我不想读书，我想宝宝的睡一觉。哦，宝宝的睡上一觉，睡上一觉啊。祖母啊，就一直坐在这儿陪着你啊。哎，睡吧睡吧。嗯嗯嗯，太后，回去告诉皇上，玄烨好着呢，他还没死呢。奴才不敢，奴才方才听说有个丫头身负草药，要进宫救三阿哥，已经跪了一天了。奴才觉得他不知轻重，不敢多嘴。他叫什么？宫卫说叫苏麻拉姑。请他进来。这。婆婆。果然是你啊，你竟敢夜闯进宫，是什么样的念头使你如此大胆？这药叫急急草，老人说能治很多恶疾。何以见得呀？村里的牛病了会进山找他吃，吃了百病全消。放肆！牛吃的东西也敢拿进宫里来？闹天花时老人就拿它熬药。有效吗？救活一小半人。哼，这宫里的太医多的是，难道你……来人，取草煎药。快过来。把药拿过来。太后，药成了。
你自个儿斟酌好了。如果玄烨不服此药，不治身亡，你也无罪。一旦服了此药，如有不测，老天可要灭你九族，知道吗？太后，丫头的族人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只剩下我一个孤女了，我就是全族。给玄烨进药。把那嘴给我撬开，往里灌。时辰进一次药。太后，你是说玄烨有救了吗？我的孙儿啊，我的孙儿啊，你八成有救了。太后啊，臣妾看这恶姐姐怕是过不了这关了。我担心的是皇上。是啊，太后，皇上被恶妃迷得七颠八倒，如今僧人也在霍乱殿堂。要我说，这些都是恶姐姐这个汉女人的罪过。你别汉女汉女的，这跟汉女没关系。她已经是油尽灯枯了，你还是这么恨之入骨的啊？太后，嫔妾只是为祖宗规矩着想啊。未必吧？你是想当正宫娘娘，受皇后大宝吧？太后。宫妃啊，你入宫多年了，现在已经高居贵妃之尊，你有今天也不容易。做女人难，做皇上的女人更难，这我知道。可是你呀，不能为了得到皇上的恩宠，总是跟内宫里面的嫔妃们争强斗胜的吧？你斗到哪天是个头啊？是吧？你听我说一句，这女人呐，昨日风情万种，明日人老色衰。我看你呀，还是做一个温良贤惠的妃子，那才是唯一的福寿之道啊。臣妾谨遵太后教诲。
那荆棘草还剩多少啊？给承天宫送去。我看呐，那个恶妃怕是不行了。太后，您不是说过吗？这恶贵妃，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，随便她去呗。你看看，那皇上要是知道了咱们有这种草药，救了玄烨不救恶妃，那日后皇上岂不恨死你这个当妃子的了？嗯？嫔妾这就找人给他送过去。不，你得亲自送去，还得送到皇上手里头。你告诉他，这荆棘草是专给牛吃的，别的你就甭说什么了。是。还有，那个僧人叫什么来着？叫行僧。行僧，哼，好一个行僧呐！皇上，何事啊？朕正在行房呢。太后让嫔妾送药来了。什么药？荆棘草。听说是给牛吃的，牛吃了以后啊，百病全消的。牛饲料也敢拿起弓来？走开！朕正在行房，不可中断。且慢，红贵妃。萨阿哥可曾用过此药啊？用过了。可有疗效？那总得过两个时辰才知道药效啊。就是命硬啊！好，行了就好。哎呦，祖母，阿赫他们还没考完吗？哎呀，你都已经昏迷了七天了。背。哦，好，背着，来。
呦，哎呦，好，哎呦，贝贝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好，哎，哎呀，七天了，我好像做了一场梦，一眨眼就醒了。你这一眨眼呐，可是祖母觉得呀，比七年还长呢。哎呦，哎呀，我睡在床旁边那个女孩是谁？我从来没见过她。哦，她呀，她就是给你送鸡鸡草的那个丫头。她呀，她叫苏麻拉姑。哎呀，抱抱，抱抱。哎呦呵，你看看这还撒娇呢，你看。哎，来，哎呀，累死我了。我跟你说，哎呀，累死我了。我跟你说，他呀，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知道吗？祖母信他，你呀，干脆就认他呀，给你当一个干姐姐。嗯，从今往后啊，就让他来侍候着你，你可乐意呀？我有祖母，有额娘，还有东亭和师父，我不要紧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师父魏成魔还有魏东亭，他们和他可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他是女儿家，心眼又好，心又细，又懂得怎么体贴弟弟，你说是不是？嗯，不跟你说了，长大了都知道了啊。祖母，你听，那承乾宫在做什么呢？那儿啊，在唱大戏。哎呀，佛祖灵验了，这就是天意呀。尘缘已断，望请节哀自重啊。不，朕不悲哀，朕已经是身心寂灭，万物皆空啊。阿弥陀佛。我等务必要觐见皇上，烦你入内禀报。皇上已有严旨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皇上也不见任何成功，列位大人请回吧。不见皇上我等不退。对，小人奉旨护驾，请列位大人见谅。大人们退与不退与小人无干，但是谁敢越过御阶一步，小人将依法严办。
这是我本西方一纳子，为何落入帝王家？皇上，外有佛缘，内有禅心。虽然君临天下，但仍然是一个梦中僧人，只是常在半梦半醒中罢了。朕现在想起来，前世确实是个僧人。朕五十三节到佛寺敬香，每当看见明窗净几、黄卷香炉，我就不想回宫啊。恶非先世，皇上尘缘已断，至此佛门大开，正可了却烦恼，跳出苦海，皈依佛祖啊。朕此时心窍七颠八倒，魂魄自愤五裂，这皇宫与佛门令朕左右牵扯，这入世与出家令朕进退两难呐。皇上，皇上请看，人生如残烛，越烧越短，尘世汤药越熬越苦，你纵然是万乘之尊，也躲不过灰飞烟灭的那一天呐、啊！哎，我坐这儿来了，来了！哎，这下就好了，请正。左中堂，皇上严旨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老夫有要事禀报，让开！你要是敢越过御禁一步，娄鹤便要执法。怎么？你要跟老臣动手吗？老臣随先帝爷纵马天下的时候，你爹还只是我府上的一介家奴呢。让开！先父是恩公的奴才，但恩公也是皇上的奴才。恩公请看，这里都是闯宫觐见的大臣，都是大清朝的忠义。娄鹤虽然敬重他们，却还是杀了他们。今日娄鹤皇命在身，无论何人闯宫，娄鹤心中有意，刀下无情。哈，哈，好，哈哈哈哈，好，好。